还有科相法，科相法已经讲避百难，所有的灾难都能够避的，请真佛宗的上师开光点眼，法师开光点眼，让他开光点眼，你自己持满咒对着他观想麻利支天放光加持你自己的那个雕像，然后配在身上，任何灾难远离，任何灾难除去。当年啊，当年我有感通，我有感应啊，我很多的灾难，我命里面啊，很多很多的灾难都是诸天啊菩萨赶来救我的。我有一阵子没有感应的时候啊，很早以前我便没有感通的时候，他就知道啊，那时候麻利支天就已经知道我将来啊要度众生，所以我死过好几次了都没得死。都是被他救了。